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加油！打仗了，现在已经干掉他们！加油加油！来吧！加油！加油加油！杀！加油！加油加油！彩蛋告诉我，哎，那个三队的彩蛋跟你们一样吗？不，三队跟我彩蛋一样。是吧？那你能够告诉我，咱们不是对手，我跟他是对手。那个彩蛋你已经用不上了。你也用不上了，用不上了是吧？对他们有一个棋手教他们下棋，哦，嗯，就没了，就没了，没了。他们彩蛋是这个，你们看一下。哇，有一位职业棋手教了。那我们现在也找一个，你找去哪找？这是剧组安排的两个彩蛋，所以他为什么那么自信呢？他其实我攻过来之后的话，他的防守和突破做的比较好。不用给自己太大的压力，就按照正常走，我们努力的去做就行了。可以可以，对不对？你要是真的是做不好也没有关系，没问题。我觉得我们可以的。我觉得我们确实是可以的。我们觉得我们可以。我觉得我们必须相信我们自己。二三 ，Go Go。我们的口号是：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好吧？走。虽然你肯定会闪失，那我到了。我到这里，所以平八应该是比较好的。我觉得平八都不可以破。别研究啦！哎呦，我给你下一盘吧。啊，给你下一盘吧。啊，来三步僵死你。三步就僵死我？我从这跳跳马。那我也跳个马。走个马。将军，三步僵死你。厉害，太厉害了！还有什么办法吗？让我学习学习。还有四步跳马。吴奇的优势就是，只要你出马的那一刻，我们有做出相对应的这个破解，四步就僵死。从这一步、两步、三步、四步，那僵死。四步跳马。厉害，太厉害了！我刚跟一组下了三盘棋啊，赢了吗？全赢了。我用的是红方的棋，他有让他们用黑方啊，让他防我啊。全输，而且他不知道我怎么出，他就像这个走车这个啊，走车他下车，他说哎你为什么走车？你告诉别人我们队友没有什么好处啊？那是三队，不会不是我们对手啊，一队，他是我们对手。那你给他告诉他干？我就是误导他们，因为告诉他我让他们走我们练过的步伐。我还觉得不应该告诉他。他们是完全不会。他们有一个人很会下象棋、啊。没有不会下。那你不告诉他，我们不赢率更大。就反而你不告诉他，我们反而会输。他的棋会乱走。那我们他乱走，你怎么还能打不赢他呢？你乱走，我就不会了。我刚刚就是瞎走，他走那边，我根本没有动势，没有防，我就直接你走嘛，我也走嘛，你走嘛，我也走嘛，我就瞎跟后面走。我看他有步棋，我走这里，他都不知道去打我的卒，说明他的水平很一般。他记得就是怎么走能把这个僵死，他不管你怎么想，他也不管你怎么想。欢迎来到巨人的棋局，战争即将开始，请对阵双方就位。欢迎红方队员徐海兵、王阳、许富立、翰林、徐灿、斑马夺鸡、李景亮、刘文龙。欢迎蓝方队员邢运伟、郑毅、寇一、Travis、扎皮、李桂生、无忧。三队的话，他整体的综合实力还是比较强的。单纯这个力量上面来看的话，他们是绝对有优势。但是你要是说专门拼这种耐力的话，那觉得我们的队是非常占优势的。所以说，他们队。必须给他吃掉。我们综合体还是比较强的，唯一一个能抗衡的就是一队这块，因为他们那边也有几个相当于都比较绑的嘛，但是没有我们这组多。这次的比赛呀，应该会很精彩。你看，是的，徐海兵的队伍非常非常的强。队长徐海兵呢，是目前世界体能比赛史上唯一的中国总冠军。还有刘文龙，蛟龙突击队的班长。李景亮。格斗界的中国旗帜，一队真的很强。啊，其实我比较看好这个三队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觉得他们这个有一个40号，就大力士，
那位他我觉得搬东西特别容易。林永伟队长，他是世界杂技三大金奖大满贯得主，那属于技巧玩到极致的。还有17号李桂生是消防战斗班的班长，妈他可真挺帅的。忘记了刚才的 HH 了。没有，每一轮都选一个钟爱的。血型之选 number two。 而且我是坚信李桂生可以下象棋，做消防员的时候就是业余时间下没事下没事就下下我坚信他，李桂生加油。这个比赛很简单，就策略第一个，第二个就是绝对实力，对，就 OK 了。然后我们三个在里保持在里面，然后清晰清晰，大脑清晰。对，在过去的几天的准备象棋的过程中，我一直在跟 AI 下象棋，然后跟不同的队伍下象棋。我跟一组队长下，我下过他3次。那就是你来当指挥那个，我就等会儿当指挥没问题。来，谁爬谁爬墙？他先，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。这个很重，啊，这个很重，所以我们两个，一个手在这里，一个手在后面吧。然后前面有个人让他抓着，要扶这个。那我来扶着，这个两个人最好。OK， 可以吗？冲吗？需要一个人扶着。搬的时候大家都一起来，都一起。下棋的不累，下棋的不累。对，我们现在基本知道了，第一步，居三平六，平六。然后我会看他们是怎么下的，然后他们上四的话，我们就会平到八去。前一天知道我们要比象棋的时候，我一直在研究这个棋局。九卒七卒五卒。花了很多时间去背这个棋谱，把每一个棋子在哪里我都已经背下来了。我已经算好了走多少步，把它。你有没有录下来？没有，我知道怎么去弄死它，因为我现在已经知道步数了，我基本上会走得比较快。就这十步就够了。对，然后你外面你要轮换。我跟他交换，我们那边爬三次不用浪费人了。你们这边就是1、2、3、4，我们四个直接就是搬运东西。我可能就简单的帮忙扶一下。我觉得你不用干。对，我就直接站那里。因为我们队里面每个人攀爬都很厉害啊，然后我也是属于一个攀爬手，但是我在我们的队伍里面我是属于是体重大重量级别的，然后我必须得去挪动那些棋子重物。队长的话只顾一件事情就可以了，好好的专心下棋。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这东风吹，这股雷要 PK， 谁管谁 ？Let's go！ 巨人的棋局倒计时开始，五，加油加油，四，干着他们，加油加油，三，二，一，开战 ，Go！ 杀！加油加油！那边红点儿，一二，慢一点，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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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别急，别急。来，放轻松点，好，对，开始，动作。他们复刻的第一局还是动狙吗？比较考验蓝方有没有应对过这个，想过这个措施。我们走哪一个？走哪一个？左是左是，是往前走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加油！哎，蓝方，左是哪个？左是左是，左是左是。走这儿，对方无论出什么棋，上士，左士左士士往前走 ，OK， 哎 go go come on come on here， 这里，走，走，走，好，他只是这只的，不是他现在要是动炮，不直接僵死了吗？向往下呢，向着往下垫一下呢。这个狙现在向的那个象眼上，就根本就挪，没有地方挪。这输了，比上一局更坏。我们只会输在自己的错误上。好 ，OK。还有我们比他强，还有三步他们就死了。没事没事，三步他们就死了。我相信你，所以不用，不需要急。十步，对，一步他走四，他走四的话，对，他下四，然后的话我是要进到八，可以走了是吧？可以走了，不要慌不要慌，我们现在基本知道了，第一步居三平六，平六，然后他们上四的话，我们就会平到八去，走，不用去那么多人吧？没关系。
正面过来，一二三，走你，来放。他直接动炮，不就僵死了吗？红方在。他这要干嘛？他只是挪了一下车。我们走兵。走马了呀？走马，走马。马马。南方。汤马。走，马车狙，快快快！前面前面，下一个前面，三二一，哎，真的是，三二一，走！来来来，快点快点！他跳马 ，OK。他把我士要吃掉，这个士是这个士是你。他不会，他不会。红方，走，直接走，您走了。一二三，抬起来走，最走走到头，走到头，最后一个，往右一点，往右一点点，往前放一点，来，往前来一点，可以可以，放 ，OK， 灭了，红方将军，他们死了，他们马上就死了，好好好，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他下炮了，我们下将下象啊，下象。不是下象的话，他就会吃我的象。这是谁？你不要管他是谁，我们要先下象。南方，我们下象。我在前面，我在前面。一，那里，二，走走走走走。那里，那里，那里，那里。爬爬爬。他们还有两步棋。好。红方，把线给拱掉。推掉。杀！退掉！一二，让开，让开！漂亮！红方车吃到蓝方象，没有，他还有一条命，未产生阵亡，请继续。我们该走，怎么走？车得过来，车出来，放大炮。车，车，抬车，抬车！跑起来，跑起来，跑起来！抓炮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别，他会过来。他过来之后，看一下啊，这个棋到我们了吗？嗯，到了，还没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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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没上去呢。别急，别急，马上到我们了。拱卒，到我们了是吧？拱卒不行，这个时候要走炮，炮往这边喷，挪一挪一走。挪炮，挪炮，直接拉过来，拉过来。好 ，OK。他得了个无用功，是不是？我们宰他，还象吃掉吧。不，他我们不，我们不防的话，他就那个，他就那个啥了。我回去防他。下来，下来，下来，下来。好，我在前面，我在前面。走走走，有 K。小心啊，小心！小心，小心，别掉下去。OK。他还跟我换子。狙上来了，对，他跟我换子，我看看怎么走这一步。跳马，他现在跟我换子，我看看怎么上这个子。红方时间正在流逝，时间先不是他，先给我换子，换一下，换一下，我上一次吧，不用不用，我们时间是比对手的少，我就说就是、不用担心，不用替换，因为我怕就是换的话就是就浪费了时间，我可以还可以做五次都没问题，你去帮他们，那只能换子了，现在只能换子了。红方时间正在流逝，狙往后撤，那边那边，来一二走，前面，很好很好很好，来 ，OK，
吃，就是碰。不要，先先移掉，哎，移掉移。不是，过了。现场停。要先把他移掉，他们自己清棋子是他们的时间。那刚才他们也把我们的也喊进了，他们刚才也先推。红方未拍灯停表，蓝方先移动棋子，罚时30秒。蓝方犯规，罚时30秒。哎，嘘，军师不要啊，太紧张。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时间，没关系。对，那一会儿没有亮哥了啊？没有亮哥了，为啥？炮没了。蓝方走表，5、4、3、2、1。蓝方车吃掉红方炮，李景亮阵亡。李景亮，请立即离场。你俩没听明白，你跟着他跑，你俩一边，我俩一边。红方，走，军师马，走，哎，走，一二，慢点，别急，从那边 ，OK， 不用动，来吧，他们自己清理。这边，那边，你小心，等会儿，别急，千万不要急，这边很轻。红方车吃掉蓝方马，扎提阵亡，扎提请立即离场。一二三。扎提，请立即离场。扎提，你走。这个我不懂，他干嘛往前走？他想吃他那个象。是马吗？你看那个马。那马在踩他，对啊。还是纯送。纯送。对，这就纯送了。马车组，你们准备好。把足往中间推，旁边一拉 ，OK。把足往中间推。OK， 可以了。马！红方马吃掉蓝方卒，未产生阵亡，请继续。漂亮！哎呀，这送嘴上去了。我们输了，还没有。我们还多少？啊，10分20秒，我还是领先的。我把棋下好了。蓝方行棋，拖时间了，只有拖炮出来。好，炮出来，他又过来哦，完了，又死一个，明白了吗？加油，我们好样的。哎，看棋，稳住，你就看棋就行了。对，不用管他们，不用管后方。车出来吃马，上一步又吃一个兵，吃一个兵。上到这儿，时间正在流逝，教他们的这个。OK， 好，走，这边。哦，先把这个先移出去，一二三，走。小心，这边，不要踩乖。一二，走 ，OK， 马肯定往前飞，他吃上面那个兵没什么，不是很重要，吃就吃了。他是不是要吃我们兵？我下一把的话就是马先跳走。别急，开始了吗？我们时间领先了，我们时间领先了，马往前走就可以了。马怎么走？这边，走那边，前面，这儿，码头，加油哈！加油！士兵，你拿下，就吃一个，他们就少一个消耗。对，他们力本来就小，他们力。我们把兵给他往里边搬，不要给他推下去，搬掉里面一点。我先搬。不要推啊！等一下，我先搬。可以，没事。可以。我在这边。OK。哎呀，你们是要死亡吗？我先去。蓝方车吃掉红方兵，斑马夺机阵亡。斑马夺机，请立即离场。哦，等一下我看一下。我以为是我。我直接跳马。好吧，那就剩我了。这个马到这里。红方，下去准备将军。推的啊！推！啊！慢些，小心一点。
一二。加油，哼！认真。他跳马要，他想占我们的区了。不过他到这儿，然后要到这儿。对。抛过来，等一下抛过来打他这个兵，把他这个兵给他消了。我们炮直接将军了呀。对。你点啥呢？这个手。你点。我以为不能点。OK， 走，我们走炮，走炮，走炮，炮。OK。他现在将军，然后我直接过来抓他炮，他就跑炮。等会他们要上，他这个炮就要跑掉。到了，走走走，一人一脚，啊，三二一蹬 ，OK， 加油，汉，汉加油！哎，这个还是好骑啊，估计快把狙撤回来了，这个。他狙过来，行，炮过来，打他兵，又跟他消耗一波兵，炮过来是吧？对，打他兵，但他吃我们的士，他们力量很弱，好。出事就是他狙没了。OK。好，走，不要犹豫了。来，一二三，走。OK。小心脚。来。我直接歼他，我直接将军打他吧。他死了。他有四步跳马，吴奇的优势就是，只要你出马的那一刻，我没有做出相对应的这个破解，四步就将死。从这一步、两步、三步、四步，那将死。四步跳马，厉害，太厉害了。他们还有两步棋，加油！可以了，走，快！我在后面推。将军。加油，汉。他这里怕将我们狙，我们要完了。输了，是不是？是输了，没了，还是输了，走不出来了，怎么走？完了，我们没几步了。是的吗？将过去。不，狙过来，狙过来，狙到这里。狙过来，我们就将军了，已经将军了。这马已经将军了，我们只能移。不要按，慢一点。我们听一个人的，不要讨论了。只能移。OK， OK， OK， 来， three， two， one， go， come on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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 OK， 坚持一下，我们还有两步棋。打炮，加油！把他炮打了。不打了炮，直接僵死他。直接僵死他。不要再要伤亡了。我直接僵死他。他需要换吗？还比较慢，我觉得还要换了。我过去帮他，你可以吗？我可以。将军，狙往这边走一个。将军，开炮！我感觉他真的很累了，你去踢他会儿吧。我去踢一会儿。你去踢一会儿。自四不会死，我们不会死，不会死吗？不会死。自四，我们把炮弄过来，把炮垫一下，走。你们两个带着，这样，好，手一手，哎，这招可以。
哦，他这一步走的还可以，所以我刚刚其实应该是，其实是可以吃他一个，应该吃他个炮的啊。对，没事，我看一下，我现在可以吃炮，我现在还可以，我还可以吃炮，可以啊。哎，我现在直接马推二，我看一下啊，我等一下我看一下，让他想想，先退回来，马推二，这那个位置。我这样手上劲儿推。OK。快把狙调回来吧，蓝方。他要吃我的炮，吃我们的炮，炮往回退一步。炮不退了，狙下来吃他吗？我觉得到炮比较好。大炮，走，狙大炮。这边来一个人。来跑起来跑起来，慢一点慢一点，不着急，别受伤，这里 OK 他掉回来了，掉回来。哎，你有没有发给他发？没，我不认识，我只是默默的喜欢他，我就他都不知道这件事。我现在需要防守了，可能我刚其实吃到炮就好了。嗯，确实这个出现一点，但是没关系，加油，相信你可以。下一步狙直接往旁挪一步就可以了。现在就感觉陷入僵局了，谁都拿捏不下对方。对，现在他们对他们体能的考验，我觉得是越来越大了。我们现在只是拼速度了，现在。一步，走，一二，走。对啊，我们先僵一下他。加油，齐灿，加油。速度点，点，僵局。胖，你在右边。来，嘿，好，我就直接掷个四就可以了。四往前走。哎，小心。慢点。好，可以。咱们要想办法调动对方，让他多搬，也可以。给他马压制一下。OK， 速度一个，来，转一圈，一、二、三，走。OK， 放，好 ，OK。他还吃我的马，他的马吃我的马，我回去吃他的炮。没有，我先将军，将军对。我拉，这里。把炮挪过来。OK， 马上快，节约时间，推就行，推来推就行。小心，别放，好，加油，队长，加油，换一下许灿，再来一次，我过来。红方的行棋，我看一下，再往进一步，再不往十二。小心这儿。好，走。我们时间很紧迫，慢了一分钟。他现在就是跟我们耗死，直接把他马干掉，他马不可能丢的，他整马吃了我们就赢了。加油，许灿！加油，许灿！走了，对。OK。车这边走。慢一点，一二走。啊，那边。Oh, that's heavy side, right? 没事，走。我把马跑这边来。OK。这样的话，我现在是跑马，他现在追我的马。我们现在可能劈体能的时候，你们要很重要，我先跑。好，没问题，体能没问题。马，对，往回走。狙过来之后，我们就直接上来了。对。OK， 走。往左一步。来，往左一步，往一二三。哇 ，Oh my God， this is so hard。
加油加油，还有一点时间，加油，我们对吧，加油，就他用时短点嘛，追马往前走，再回去是吧，对，好，走，Go go go！ 你们抬起来，对 ，Go！ 他这个没意义，他这个对没有意义，他只是在节省体力。我们狙上去，上去站狙，先僵再说，说上去，稳住稳住稳住！等我等我，一，他看不见路，后面呀，后面来一个人，后面来，我来，啊，我来 ，OK OK， 上，停，行，放。拖住时间，我们快把他拖死了。下士，把士拖回来。小心啊 ，K， 哟！炮回来，将军。对啊，啊，对啊，他回去他就死了。他这个，他死了，他这个，他必死了。将军，哎，我们安不着。蓝方注意时间。不能送将，对啊，他这个在这儿。哦，对。哎，上往前，往前落。好好好。小心。OK。那我上士。我上士。确定左士了哈？对，左士，就左士。等会儿。左士，往上走。慢点。OK。时间被耗尽了，我们时间被耗尽了。没用啊。没问题，我们就下来吧。没事，我们肯定就比不赢了。这个就这不浪费时间了，就对。我直接用一个过来吃他毒子就可以了。对。哥，往右挪。我在这边，我跟他一个。往右。抬起来。来了。好。加油，徐灿。徐灿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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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康哥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 ！OK， 好。小心！耗死他了，他没时间了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蓝方时间用尽，红方战胜。第三轮演练结束，赢了，他没时间了。恭喜红方以1分56秒的优势战胜了蓝方，获得胜利。我们去接他，我们过去接。哇！你看嘛，第一步走这里，我们就懵了。咱们第一步没走好是吗？不是，我们都在研究走这里和走这里，就没研究走这里。没关系，尽力了。同时，我们也展现蓝方选手的体育精神，他们奋斗到了最后一秒。精彩，厉害！很棒！哎，跑真快啊！感谢叔叔，休息的好吗？我们俩休息时间最长。来，把这个解一下，帮忙解一下。走啊！累死了你们两个，最累的是你们两个。我膝盖都坏掉了，好像磕的吧？我觉得磕了还是磨的？那里在磨的，因为旁边很疼。我看你，对，我看你们两个都不站起来。辛苦，你是最辛苦的哇！我们俩，热身热开了。我胜利是暂时的，失败也是暂时的。没关系，下次赢。在我可以的舞台上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还有6场比赛呢。对，来，第一次胜利，来江涛，水来土掩，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，哇！
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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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谁生日？一个靠时间的，哇，其实犯规有点可惜。不罚三十秒的话，也是领先一分二十秒，还是领先很多，三十秒那也不差。对对，就这两个队又比了棋艺，然后又比了体力，对，这两个队比的比较充分。关键是把他其实这个时间优势还是挺大的。对对对对对。